哎，少年哎，你坐车无？我刚从寒武纪走到 DSA 圣地，哎，脚好多酸的啦。我哥几个我少年的时阵啊，大家拢叫我驾车阿海呢。阿海，阿伯，刚刚你是藤原拓海？哎呦，想要到你嘛知影我是谁哦？哎，坐稳喽。等一下，这个弯完了，弯不过去要填海了，完了！哎呦喂啊！阿妹出事了，出事了！哦，好险呢，还好我先跳车，差点也跟着这群逗逼一起下去嘞。等等，你说，差点也跟？差点也跟？差点也狠，差点也狠，熊姐不插电也很电，没错，下个表演，熊姐不插电也很电。吉他手盛平，然后我们今天要带来三首歌，有两首是我自己写的歌，一首是对 cover， 然后这是希望，因为这是我们的顺序比较后面，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蛮温暖的结尾这样。然后我接下来介绍一下第一首歌，第一首我要唱的歌叫做 We Had Love， 就是一首跟比较像有点失恋的歌，然后我想要写的心情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交往5年的男朋友分手，然后我跟他吃饭，就是他刚分手的时候就眼泪一直掉，然后我就觉得当下觉得那个感受很深刻，然后回去就写了这首歌，然后希望不管你是在感情里面曾经有类似的感受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享受这首歌，这首歌叫 We Had Love， 希望大家会喜欢。I really mean something.
to lie to me about hurt, about everything. Lie to her about me, about her promises. Lie to her about me, about everything. Lie to her about me, about her promises. Lie to her.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就是周围有没有朋友，就是你知道你生活少了他，你还是过得下去，但就是如果少了他的话，你的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今年很幸运，就是可以认识很多就这种朋友，就是包含今天的主唱熊田，再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然后还有坐在台下一直陪我一起玩音乐玩很久的雄心，然后还有一些很多很多的朋友，就是我就觉得今年的我很幸运可以遇到这些很厉害很厉害的人，然后所以带来这首 We Have If I Ain't Got You， 没错。然后 PA 大哥可以帮我把高频看一点吗？谢谢。好，然后这首歌其实原本是钢琴跟鼓很重的一首歌，但是盛平把它改成吉他版，我觉得非常精彩。我从第一次听到他改变版本就觉得很惊艳，然后我们后来每次练习都有改一点版本，改一点版本这样，然后这个版本就是等于是专属于我们的版本，然后希望大家听了会觉得耳目一新，这样谢谢。Thank you.
那接下来这首，我们两个都要休息一下，所以我多讲一点话。那个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中文歌，然后这首歌叫做《来不及》。然后那时候写的时候是在想，我小时候有一个朋友他离开了我，然后我其实小时候还没有办法去化解那样子的情感，我会觉得我还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身边的同学就这样子永远离开我。然后我那时候记得在他离开的前一周，他还带着我的耳机，然后一个绿色的耳机，然后跟我说我好喜欢这个耳机哦。然后我那时候跟他说，那以后我赚钱的时候可以买给你一个这样。然后就是刚好跟他答应完这件事情以后，下一个礼拜他就消失了。然后这时候对我来说蛮难去承受这样的情绪，但是现在我把它写在这首歌里面，它是一个相对轻快的歌，可是其实我想表达的是一个比较沉重的情感。可是我希望用轻快的方式，让如果他在天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觉得我们都过得很好这样子。然后这首歌也献给所有，如果你在身边有任何人你来不及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承诺的约定，又想跟他说的这样。然后这首歌蛮有可能会破音的，所以呢，如果破音的话，大家希望大家见谅这样子。好，那这首歌叫《来不及》。你离去的背影，我来不及
首歌给你听。